我们再看如何破解。我们讲囚犯婚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啊？我们说哎，个人什么，我们说有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异，对吧？那么首先我们说对个人来说，我们说在博弈是最有利益最大化，对吧？那你说怎么样利用他人的囚犯困境呢，对吧？哎，比方说我们买东西，对吧？我们什么叫货比什么三家，货比三家怎么样？你至于货比三家，无非就是让他们这三家干什么，互相怎么样，互相怎么样打价格战。大家注意啊，我们买东西啊，我们说有的时候需要讨价还价，需要利用商家之间的这样的什么竞争关系来谋取你自己的什么，然后最优惠的价格，对吧？哎，比方说我有一次，我记得那是好几年前到那个海宁一个皮革城，你听说过海宁皮革城，对吧？然后怎么样，然后那个我当时看到一个，我跟你们同事去的，然后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很小的一个小包，皮包的样子很漂亮，我觉得也不错，蛮喜欢的。然后我问他卖家多少钱，他告诉我多少钱，1180。我觉得挺贵的，那个包也不大，那么小啊，个包，是吧？然后我说太贵了，然后他就会说什么？他说那行，你要诚心要，我给你便宜点，是吧？那我就是还价，对吧？哎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还的，怎么还的？啊？快砍一半啊！这么黑啊？看到吧？还500吧？啊，我还100吧？不会吧？这么幸运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要还180的话啊，他说那行，给你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最后是80块钱买来的。哇，是吧？你说因为吧，你用我还180就好了吧，对不对？就80块钱卖给你了，对吧？然后我那次回来以后，我们还有很多，包括一些我们同学一起去的嘛，然后怎么样？哎呦，我们一车子人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我买了很多便宜的东西回来，都觉得很不错啊。然后我就听他们在聊啊，开心的在聊。然后我听着就发现什么问题啊？我就发现这个市场里面啊，我发现啊，我们所有人还的价格，最后都被他们接受了。怎么样？就不管你还多少便宜，反正他最后都卖给你了，说明怎么样？你还是还的太低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里面就是我们上讲的参照系。我有一次给东北一些学员上课，然后有一个学员哇很高兴啊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他们昨天刚刚去皮革城回来，啊，一个学员说，他说啊我买了一件那个貂裘皮大衣，他说才3万多，他说哇这么便宜，他说我们老家那边要5-6万呢，你知道吧？是，对，是啊。就他把老家的价格做一个什么参照，他觉得便宜了吧，对吧？还有呢，那你说是不是假的？我刚刚发现你是真皮的，对，是真皮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不要以为是假，就现在什么，就是我们去讲的时候，这个成本多少你搞不清楚。就比方以前一张皮啊，比方猪皮、牛皮，对吧？它可能就割一层两层，它现在怎么样？技术的发展什么？它可以割成10层，你知道吧？它就可以割很薄。然后咱们哎，这个比方说5层或者10层，那么这样的话怎么样？就它的成本的下降是，就是非常厉害的，不像以前那个成本那么高，但是它的机械化生产，对吧？等等，所以呢，它的成本显然就是跟不想象要低得多。然后呢，你也把以前的这个价格作为什么参照，你觉得又便宜不便宜，对吧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对吧？哎，我后来回来说，我说像这种地方应该怎么还价？很简单，对吧？比方说他开价1180，对吧？然后你就跟他这么说，你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喜欢，我也觉得很好啊。但我是在那里穷学生，又没钱，对吧？但我觉得很喜欢，你就问他能不能送我一个。送都不行，10块钱拿走了，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一定要还到一个什么他不肯卖的价。”知道吧？
懂了吧？然后他不肯卖这价格，比方说，对吧？比方说10块钱，他不肯卖吧？或者20块钱，他不肯卖吧？然后你问他，你说多少钱愿意卖吧？那如果你说我还价格你不肯卖，那你说你多少钱愿意卖吧？啊，比方说他说100吧，他跟我们说100吧啊，那你要不要要？你不能要，这就是理性的参照系，懂了吧？好，那你有参照系以后怎么样？你再赚一家，那反正差不多的包，对吧？然后他开一还是开1180，那你怎么还？你还100吧，这怎么还钱？你还100吧，我还不如挣100了，真是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？对，你想，既然他180可以卖的话，那一定180以上的那个成本叫价格嘛，对吧？然后你呢？你说，哎，或者说60，啊，你跟他说，你说他们那边60块钱不愿意卖给我了，但实际上是没有的，对吧？也可能60块也愿意卖啊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就至少你要比那个价格要低吧，对吧？那你啊，他说那60不行，他说我这里他这里60可以卖，我这里60卖不了。跟你说你这里多少可以买，他说我是100可以买，好了吧，100了吧，是不是啊？有新的参照系了吧，对不对？无非就是让他们互相竞价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你需要做个信息传达，对吧？你说哦，他这里我80可以卖，那你这里你比他再优惠点嘛，我就买你嘛，然后他70或者60，那么60了嘛，那不就是个新的价格了吗？其实无非就利用他们之间的嘛，这种什么叫竞争关系，对吧？所以就说那这里面其实在中国这种啊，那对吧，就我们叫权术嘛，包括我们看那个康熙皇朝里面，对吧？就是什么什么那个所相和那个明珠，是吧？他们之间互相不是斗来斗去，对不对？那么互相斗来斗去以后怎么样，那么康熙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啊，这里面其实我们份额什么知识，就只有你们之间那矛盾了，对吧？就有的时候啊，就是为什么在组织里面就领导啊，他有的时候就喜欢有的时候哦，要我们挑动群众斗群众，就为什么喜欢你们之间有矛盾，但是能不能知道一些矛盾，对吧？那么他只好成功怎么样，对吧？啊，你们之间互相有矛盾了啊，你这一盘那一盘，那么我就怎么样起决定性作用了嘛？就这都行了。如果你们如果说都好了，都和谐了，就把我怎么样？啊，领导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被架空，是吧？哎，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啊，就我们哎，就是就放置，是吧？好，那这是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说，我们那样做肯定是有好处的。对吧？但是其实对一个我们更高层面的分析来说，我要站得更高一点的话，对吧？我们希望的是什么？我们从这个困境中能够走出来，对吧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明明大家本来都可以拿到10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为什么最后呢？只拿到1，或者是拿到-1呢？对吧？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呢？对吧？那我是这样想的。啊，首先第一，我觉得啊，这种道德的教化也是很需要的。这个社会学基本定理啊，基里斯他当时做，他做发表了很多文章，他就发现怎么样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社会都是由完全自利主义者构成的，就是任何人啊，他纯粹只考虑自己利益。不考虑别人任何一点利益，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纯就真正意义上彻底的唯利是图，对吧？就什么意思？哪怕我拿到1，会导致你损失1000、100、10000，对吧？我只要为了我的1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好，那么长期而言，这个社会就会消亡，是吧？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就刚才我们讲的，就是拿到1，别人损失10，损失10，然后他拿到1，我损失10，那么当然互相怎么样？你毒我害我，我毒害你，对不对？互相毒毒毒毒怎么样？大家都毒死为止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他这个社会就会消亡。那么因此怎么样？因此一个社会通过说服教育，
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努力，就是保持一定比例，就让大家怎么样愿意去利他，就是要有一定比例的利他主义者，他能够这个社会就能稳定的繁衍下去，对吧？啊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啊，这个意思你看第三遍了啊。我们讲回到做善事的无功不为，大家都知道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，对吧？相对这里来说，你看大家总的收益是，这是我们总从社会福利这道来说，双方玩到这里是800，玩到这里只有50，对吧？你看16倍的差距，所以这已经是最好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每个人纯粹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那怎么样？那最后只能在这里，对吧？而且玩的次数越多以后，在这里的比例越高，然后最后就在这里了。玩几次以后，大家都不愿意再往下走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再往下走，一旦兑换结束，你就吃亏了，对吧？但是，如果我们不光考虑自己的利益，就看到没有？就你从这里到这里，对吧？你会损失多少钱？会损失20块钱，对不对？但对方会多多少钱？会多拿70块钱，对吧？就如果说你能够把对方的利益，对吧？就对方赚到钱，你也很开心，对吧？你说你赚不到钱，说你损失钱，对吧？哎，那么就哪怕比方说，就对方赚到10块钱的，对你的满足是5块钱的满足的话。那么这里多70块钱，就相当于35块钱，对吧？那么这样加上你的20块钱，那么变成这55块钱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愿意让对方去赚这钱了吗？好了，那么如果说驴也这么想的，大家都这样想的，结果怎么样？就大家都愿意吃亏，愿意为对方去着想的话，那最后怎么样？是不是玩到后面了？就可以玩到最后，对吧？哎，所以首先怎么样？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牺牲一点小的自己的利益，去帮一个别人更大的忙，那么大家都这样做的结果怎么样？这个社会是不是越来越美好了？越来越美好，对吧？你看，包括这个例子还记得吧？大家都不合作，我不跟你合作，我只考虑自己，20-20，得到20块钱。那如果我也跟你合作，对吧？你也愿意回报我，对吧？你也跟我合作，你愿意回报我，那么我们各25，你看多好啦，社会福利增加了吧？对吧？哎，那如果说你不愿意合作，对吧？那么最后那当然啊，你拿到30，那我那个40、15，那总的增加5块，但是你看这里面跟这个比，那就少了4块钱，少了5块钱了，对吧？那你大家想过没有？就你愿不愿意合作是取决于什么呢？取决于你认为别人愿不愿意合作，对吧？那么。所以什么呀？那么你无论为别人愿不愿意合作，某种程度取决于什么？取决于你是否认为对方是一个有教养的人，对吧？如果你认为他是个有教养的人，你就认为他和你合作的可能性怎么样？会更大一些，对吧？哎，所以那我们就是领导，你看，那我们说啊，这领导65%。如果65%，那么你选择合作，你的期望收益是增加的。如果这个比例是1:1，或者是反过来35:65，那你不合作是你的收益增加，那你反而是不合作好，对吧？所以什么呀？所以大家就说，我们都通过道德约束，就是使得怎么样？就当我们就是是以更大的损害别人利益为代价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你就不去追求这种自我利益。那这其实对大家是一个更好的结果，我们叫或者说我们叫双赢的结果，对吧？哎，好，比方问大家问题吧，啊，我今天我来的路上在想，我说哎，以后我们很多人以后早晚都会开上车，对吧？啊，我们说哎，那问题是一个就是你开车的时候，有人比方说要搭你的车，招手你会不会停？你愿意被搭便车吗？啊，你愿不愿意？你说，就当你开车的时候，人招手停，你说我要到哪里去？哎，刚好顺路，要不要让他上车？哎、
看大自然漂不漂亮，是没颜色的。我也拿把刀出来是吧？对，是啊，对吧？所以这里面啊，就是说，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善良不善良，他对你有没有危险，对吧？诸如此类，我们肯定就是要去考虑这种时候，对吧？哎，还有，那我再问你啊，如果你，比方打不到出租车，有个人一辆车过去，你打不到车，他说，哎，我要直接上校区，对吧？好，他把你送到门口，他说，哎，我刚好也是学校里的，或者说我路过这个校门口，好，放到校门口了。比方说啊，把你放校门口，他说我给你，反正没关系吧，反正我进入嘛。好了，你在门口下车的时候，你愿意给对方钱吗？比方说从火车站到我们校门口，能不能你知道打车费？比方说咱这车是50块的话，但他不是出租车了啊，就是一般你给他不愿意给他钱吗？是吧？就对你来说。还能上车了，不给他钱，你也没有说要给，本来就没有说给他钱，对吧？不给他钱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如果你不给他钱，那么他下次有人去搭车的时候，他就不像以前那么愿意了吧？是的，就是我愿不愿意去载人，其实取决于某些事，我甚至可以取决于什么？一个是我愿不愿意帮助别人，乐于载人，还有什么？可能取决于什么？他愿不愿意给我钱，对吧？就相当于什么？就刚才就是就这里意思一样，就是我愿不愿意合作是取决于什么？他愿不愿意回报我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愿意回报我的，我怎么样？我愿意跟他合作吧。如果他不愿意回报我的，他只考虑自己的，那这是不给钱的嘛？自愿给钱能够付钱的吗？那我这个跟我有关系吧，就跟我的期望有关系，对吧？所以因为我看到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帖子说，有人说在台湾经常会碰到什么，就是搭顺风车，然后就愿意去，然后他就那一般会给点钱，然后给我比方说参加点汽油费啊或者什么费，对吧？那么这样的话怎么样？是不是大家都互相，那就是我们要我为人人，人人怎么样为我，对吧？就是说你自己遭一点损失，让别人更大的回报。那么这里面什么？就你有了回报以后，那么你把这种回报的一部分怎么样返还给他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样的话，他越是愿意，就更愿意去帮助你了吧？那么这是一个肯定是个更好的社会，对吧？嗯，所以怎么样？所以这里面啊，我觉得就是说，这种道德的教化，就因为我们前面，因为囚犯困的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你是让别人更大的损失来谋取自己的小利的，对吧？那么有道德教化以后怎么样？哎，哦，这样就是不好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说，不能偷，不能抢，对吧？你说我偷抢就是得利的事情嘛，但让别人更大的损失，对吧？那么说这样事情不能去做，哎，还有。一个什么样的道德教化？第二呢，我们叫做制度建设，对吧？比方说财产的私有，就工地悲剧啊，我们这里没讲啊，就工地悲剧，就公共的牧场为什么会过度放牧？因为放牧的收益是自己独享的，对吧？由此造成的草场的退化、环境的破坏，损失是大家什么共同承担？就像环境污染一样。我排污，是吧？我的收益是自己的，啊，我降低我的生产成本，但是到了空气污染的损失带来，把我建了个嘛雾霾，对吧？所以当时英国的圈地，对吧？哎，那么他怎么样？因为这个地是你自己的了，那你就不会过度放牧，是吧？因为你过度放牧的话怎么样？因为损失你自己，对吧？所以财产的私有化，就使得。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怎么样相一致，对吧？哎，就像我们叫分田到户，点点承包，为什么能够到对农民积极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在人民公社的情况下面，偷懒的损失是大家的，偷懒的收益是你自己的。而在分田到户以后，你偷懒的损失都是你自己的，那我还可以怎么偷懒？我不要偷懒，我偷懒都是我自己承担损失，那我还偷懒什么？一下子把农民的积极性怎么样
要弄起来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面，偷懒不再是个占有战略，那战略策略，对吧？而在人民公社的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下面，偷懒是一种占有策略，对吧？哎，所以我们说，就是说，私有财产私有，对吧？哎，让你呢，就让你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相一致，啊。还有第三，啊，那就是温故而知新。我们有句话就是让历史来告诉未来。啊，我上次跟一个同事在聊的时候啊，我们都很感慨，就是我觉得人类啊，到21世纪以后，那确实比以前更加文明了。是吧？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死那么多人，对吧？那现在都全球性的战争，就基本上就没后来就没有了吧？就局部的战争还有，对吧？但毕竟都是小规模的了。然后相对来说，使得人那个一战、二战比那差太多了。所以怎么样？就人类通过这两场战争以后发现，是吧？哎，那不是个好办法，是吧？哎，我们还是外交吧，还是谈判吧，是吧？哎，还是什么通过联合国框架上面来解决的问题吧。是吧？就是我们说，哎，就是温故而知新，就是通过以前的这样一种什么那些灾害、那种损害，对吧？大家说，哎，那我们好，我们说我们不要这样去做，是吧？我们说历史上告诉未来，我后面跟你们讲，后面还会讲什么？叫重复博弈，就是在重复博弈中，每个人都选择坦白或者都选择背叛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果。因为重复博弈就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要背叛的话，相对别人怎么样，他也会怎么样，报复你。如果你合作，人家会报答你。所以在重复博弈中，就给对方报复或报答的机会，对吧？那么其实历史告诉未来什么意思啊？就通过历史的灾难，你说，哎呦，当时你看我们这样做，你看结果不好吧？那行，我们以后不要这样做，对吧？所以就说，其实历史它会告诉未来的这个结果。那么好，相当于什么？虽然我们只从以前重复了博弈了一次，但是反复的这样去回忆、去重复以后怎么样？就是在记忆中怎么样，不断去重复了，对吧？某种来说，它就类似一种重复博弈，啊，是这一点来说，哎，我们说温故知新，对吧？就是为什么我看那书上不是讲说，你说日本人好像老是不道歉，对吧？没有悔意。不像德国人啊、哦，那个是吧？他总理还跪在那个，啊，对吧？人今天被前面，然后跪在那一下跪以后怎么样？他觉得哎，他觉得我做错了，我不应该这样做，对吧？那我以后不要这样做。为什么我们老觉得我们担心说中国重新会复活？我们为什么对那个什么什么，就日本的那个靖国神社那么耿耿于怀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从，因为我们就担心他没有从那个战争中怎么样？吸取什么教训？那么下次怎么样？这样的错误有可能会重新怎么样去犯，对吧？哎，所以我说，通过这种啊温故知新，它其实有助于我们抽出方程式，对吧？你说那还有其他什么办法？我觉得还有其他办法什么？比方说，我们一起来学博弈的基础这门课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也是个好办法啊！你看大家都做了这么正确的选择，对吧？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分类，好吧，好，开始。